今天我们来跑步，今天泰国的母亲节，我们来跑步。快点。锻炼健康的身体，所以我们来跑步。这是设施局的钟表。天迎着朝阳啊，每天迎着朝阳，迈着矫健的步伐，前面就是我们的 hotel， 好，跑了第一圈 ，OK。好，原地休息一下啊。OK， 好，下一会儿我们来踢足球。OK， 可以了，谢谢，再见。